这外边太热了，我不能待了。你看我是真的很狼狈吗？快快快快快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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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头皮里面现在都是汗，知道吧？哎。我就是汗做的。冷静冷静。军哥好。哎，又咋了？又咋了？我胃疼。哎呀，可能是这个没有吃饭吧。你是为啥胃疼？是他饿的。饿的。他饿的，所以为什么等你们等时间长，他有点暴躁了。饿了吧，是吧？来，搞饭吃，搞饭搞饭。刚才我跟轩姨还有姐夫们在车上，这一路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吗？然后呢，姐夫们呢，刚才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戒备心。呀。他们并不知道，在车上是今天密谋的第一关卡。因为刚才我们在车上聊的所有的过程，摄像机拍到，就姐姐们他们在他们车上都有监视器，监视器，他们是全程看到。哎呀，都说了吧，提高警惕。我就说我把我们四个弄在一起有那个预谋吧。我就奇怪镜头那个机位怎么这么多。对呀，比平常还多，还调来调去的。对。